刻在石头上。一个人只要在人世间留下清晰生动的记忆，他就会继续在天堂享受幸福。不管你年纪多大，我希望这个营会这个憧憬在让你活出接下来的生命。我们再继续哦。我说我好早恨没有生二十，早生二十年，因为我森林运动到1980年代才正式开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走上街头的？这个他们还是很好玩的。孟祥生以前有一个哲学，东海的那个哲学系的，还有谁啊？跟胡因梦一个影星，还有跟谁啊？他们就是看我在报章写文章，哎，有一天就出现在水里到我家来找我，干嘛？我哦，今天不该摇出来这文章没事，我是这样被赶出来。这个人啊，不是说你那个，我讲了，不是你弱。是人要让你搞啦，台湾人常在讲一句话，啊，我也无啥物搞啊，啊，你即摆会晓写搞啊吼？晓。这些历过程真的，我还是会有一种，啊，我当时实在是太温和了，我应该更激烈一点。当然，换个角度说，啊，我应该委婉一点或怎么样，委婉一点，照着我个人去做诶。你要看那个时间点，那个 timing， 你要抓得住哪种时候做最智慧的事情，必要时就是要牺牲。那哪不利息跟那个成就上，整个历史上不是那样走过来的啊！好，你底下在做烂好人，可以做成什么事物啊？然后你看看1989年同门事件，1990红叶灾变、土石流等等，歪底的话，联存整户、外债互利啊，所谓的工程永续发展等等。对这些造林，对这些砍森林，对自然生态的一些啊，包括后来的假生态工法等等，到1991、1993才好不容易进华天然林，台湾一纸行政命令，然后接着呢，啊，一直在这些过程，我只有想到，不是我只有想到，我一直想到很多，包括就是说软硬体抗争要抗争，但是台湾的环境运动更应该落实到前面的教化。1991结束以后，那个运动到一个程度，我不是交给自己一个任务吗？有种的话，不是去骂政府，而是去工厂教你工作生态保育。我们课题是这样，叫农民，整个观念里面，因为这个政府前面不做，政府最该做，教育部最该做的，像台湾自然史这样子的东西，在整个台湾每个国民必须要认知的最基本的东西，它彻底给你斩断。哎，较早干那咧教迄黄河长江乡，阮即卖也要飞嘛，啊，无定比恁这也搁较厉害咧。中国地理、中国历史，哎，恁读个古文册也无阮读济，啊，阮迄是长风万里送秋叶哈，那个。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以金歌一曲，宴今为我情耳听。蓬莱文章什么？哦，好呀，打马呀，两下面唐诗三百首，赤壁赋也会背。啊，连易经也至少略知一二。那些东西，大家为刷屏，家己带是家己的母亲，生做啥款，完全唔捌。啊，我唔得啊。就来啊，就逃别个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整个的根源你要知道，是这个政权故意把你整个是从根打起，从零剪断。差不多到40岁，1992年，有一天晚上我醒来，傻掉，困没去。我问我自己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有什么遗憾？我纸跟笔拿出来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我纸跟笔拿起来想一下，我欠谁什么东西？难怪苏格拉底要死的，临喝下毒酒，临终最后交代的是：阿基里斯啊，一个叫他一个徒弟啊，
啊，我欠那个某某人两只鸡啊，你帮我去还一下。人要死啊，吼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，欠人的拢希望讲拢会当成做成煞，无想要欠。结果呢，我纸笔拿起来写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欠谁怎样？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能还的不重要，重要的还不了。感情坐你，情坐你，无法度行啦。上严重的就是欠咱这片土地，饲我、用我、服侍、提供我一切。我一辈子做了什么给土地？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，我先来去哦，除了这运动以外，必须要做这个文化性的工，上重要的这工作。你干那底下做干胶不好啊，不会洗干他做干胶。像我们这种年龄到现在，除了做以外，还有什么时间好抱怨？1991到93反农业啊，等等，1990到2000年最要涨的野心，他们讲了，哦。那个时候，从一大堆的运动反水库、反矿位、赫伯以后的，然后购地补天，一整改人讲讲啊，希望大家台湾人才赚钱，是安怎钱？汇集起来，到处买地哦。一直要提一个名词，购地补天，1998在推动。哦啊哦，我一个朋友，那个谢东兴先生，哇啊，他就来，他要买一块地，我就去帮他找一块地买下来了。哇靠呀，这跟当时921。离开到现在，我们没有再去看过那一块地变成怎么样。不过我想这样就对，除非被滥用，要不然就对。现在我想应该是整个土地公比人会种树，能力给了。啊，那个新城法师的那个假仙，我们也去帮他，希望做生态绿化。生态绿化不是去种什么，只是按照演替的道理。提早加上几个树种的补种，其他的让土地公自己去。但那边为什么做得不大好呢？因为他的隔壁就是蒙阿波，每年清明节要得给你放鬼，要得修鬼啊！啊，你去怎么刷老婆教堂来修啊？办法多，有很多地方，只要我们不要瞎搞，这个土地呢就会好多了。所以到2000年啊，那个购地补天啊，无啥咪，到2000年甚至于产生啊，换了政权还这样的话，我打算最后这个七合最后有效利用，无效利用。后来呢，1998到2004年，我办了7届的环境布道书，然后1998到2003年这5年呢，就是把所有的我财产跟我太太就分开。那我把一栋房子卖掉，哦，自己捐出，就是捐给静宜大学有收据的500-600万，然后平常很多什么，就是反正我所有钱，那个时候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就是说50岁以后银行零存款，因为你好不容易就啊靠我被吸也行，也想讲什么也未做什么哦。尽量胆，尽量胆，本来就光秃秃的来，最好走的时候也光秃秃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在清清这个过程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应该设一个比较体制内外一起，不是只有做体制外的交易。体制外交易就像我们这个就是体制外交易，哦啊，其实啊，说哪一个不承认我们的这个结婚啊，什么几婚啊？有没有你们现在环境交易完了，我想你大概不大会在意，当然如果有，我只是考虑到说好了有也可以啊。环保署不是找我去审查你们那个认证，就是说可以单环境什么的吗？我看那些人，然后我去看是谁有资格审查人，我不是只有看来应试的人，我还看应试的人是谁，那些老师们，结果你知道吗？连民间的根本没有生态观念的人，没有保育观念，没有环境的这个真实什么人，都在当委员啊，那根本是利益的分配啊。
跟某种政治的一种操控啊。我就看那些人，然后再看他们在问那些问题，啊，然后看他们都在算什么，啊，你参加哪一个几小时几小时，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那也不用看啊。甲袂输，我伫红三军爆发前天，啊，拼啊找我去总统府的时候，我看了感觉讲无希望啊。哎，卖讲迄啦，迄一前早两千年就知影无希望啊啦。做甲一个总统，要问我国土规划上面挖哥，旁边没有记录的人，没有录音机，没有任何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进来去。只是为了跟我敷衍两个钟头，然后怎么样？拍张照片送我一瓶酒，哦，我就送了呀。我哪家要死啊？我搞在弯抱里面，这个不能录了。我搞在。